肩摔我，对对对，对啊。哇，你们继续讲，我就继续摔我，你摔我。蓝营立委来势汹汹，金门女战神陈玉珍头戴专业头盔，还有护肘，身上绑着一台相机，肉身挡住通往主席台通道，战力满点。手肘都这样子，好恐怖。蓝营立委一字排开，护具已成标配，甚至派出廖伟翔、洪孟凯当看门员，用绳索、椅子、胶带封住大门。相较于另一头的绿营立委，头戴布条喊着口号，以口头方式抗议，落差很大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，在议场里面，国民党拿出来的看板居然是说反对暴力，然后和平表决。国民党的委员是连安全帽都戴来，一脸就是用这个意识阻挡，想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是国民党。绿营立委开酸国会暴力，但看在金门女战神眼里，带着护具式正当防卫。我们都是有备而来，我们希望民党不要闹事哈，但是我们不求战，但是绝对不怕战。立法院院内院外的抗争的情况，就是我们确保立委他们出入的安全，还有确保来陈抗的团体，不管他是什么政治上的立场，我们确保他们安全。陈玉珍不把话说死，还呛杀绝对不怕战。国会改革大乱斗，警方加派人力，就怕冲突一再重演。三立新闻张雨贤、屈道明台北报道。